不认热恋绯闻，谢雨芝想使坏。谢雨芝 Dora 之前在男性时尚杂志仅穿内衣，裸奔尺度令人惊艳。不过日前她接受本刊专访，就已宣告打算把脱掉的衣件件都再穿回来。虽是综艺出道，但他勤磨演技，首位绯闻男友也跟住报道，竟也是大学生了没出身的模仿网红派翠克。